要冤家啦，要甲剪落去啦，啊，大母甲细母咧冤家安尼啦，甲赶出去啦，要甲剪啦，啊，安尼你着规工咧损福报，所以讲，透早爬起来想，免咱帮助众生，好无？地基主啊，高爷啊，厝边隔壁我体念啊，啊，路诶，大家拢平安啊，大家拢发财啊，我无钱就好啦，因发财较要紧啦，卖为家己想啦，我诶身躯所有诶好诶，拢要互别人啦。啊，那真正有功德要回向给因啦，规工咧帮助众生，好唔好？第四，通书性的教言，只是经常观察自身。那一切佛法拢是叫咱净化家己。念一下，诸恶莫作，众生弘扬，诸净基义，是诸佛教。所以讲，爱经常定定观察家己的内心，唔通去检讨别人、批评别人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法跟他行，对着咱家己，看到佛像，念到佛号，听到佛经，嘿，咱的心有跟他地藏菩萨无？咱的心有跟他心经安尼空性无？咱的心有跟普门品的慈悲、大悲咒的慈悲同款无？来观察。啊，所以上帝是就是教咱看到家己心的人。啊，所以各位爱常常问你出边隔壁，跟你斗阵来，啊我，你看我有较进步无？啊，我的心有较调柔无？我的心较无烦恼无，啊，你一定问家己安尼哦。第五，通俗性的对立力是力力力，力力力，只是了知一切法皆无自性啊，所以一切法拢有法度改变，无固定。花这个名是花，是暂时的啊，爱情痛苦啊，那是生命。这拢是无自性的，什么叫做自性？永远单独不变存在，无这个世间无这种物件。所以各位，爱情的变化未？甲恁查某爷讲，你若要嫁，准备好好，安尼啊，你若要趁钱，准备好好。开车出去会弄到未？嘿，你唔通讲报纸写的拢别人，甲我无关的。你要准备好，对，一讲弄落去，哦，消业，阿弥陀佛啊，感谢司机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该结一个缘。啊！你若万分哇，大条啦，落地啊，对不对？拄啊，接触伫迄个所在，唔走就去牵魂，牵袂行。因为你接触一个永远的，所以讲一切法拢无自性，所以咱无法度改变，对方嘛无法度改变，啊，免接触什么，一切法那拢是幻化，暂时的存在，有伊的因缘呐。但是呢，所以你即马太死真侪人，嘿，迄嘛是一切法嘛无自性的，你只要忏悔，业障来来。啊，咱就消业都好，嘛是会疼。啊，但是迄嘛是一个暂时的自无自性的，唔是永远的疼。啊，你愈疼愈忏悔，所以各位了解安尼安尼，你就超度啊啦，心如莲花。第六，通殊性的行为，就是甲世俗人不共款，这个相违。世俗人是咧追求嘛名利啦，啊，咱是咧追求净化。世俗人是去自私啦，啊，咱是要放下啦，咱是要慈悲啦，所以。谢小郎公生日快乐啦！啊，咱是啥物？死日快乐！生就艰苦，谢小郎是娶某快乐，咱是安怎？离婚八戒条，唔是要离啦，是讲要放下，出家同快乐。下摆咱若出家爱办结婚典礼，好唔好啊？啊，若结婚呢？哦，咱来因兜助念啦，可怜哦，佮生囝哇，即个还佮助念啦。人要死去，要去极乐世界，你生来要创啥啦？好啦，所以啊，咱修行真正干啦。人要食肉，咱要食啥？食菜呢？足奇怪啊！但是这就是无同款的行为啊。所以人要有头章，即代人要从啥？剃光头。想到边呢？后边有世俗人看到清净嘛，对不对？看到真理嘛。所以出家吼足艰苦啊！意思讲，大家拢干那边用通缉同款。堆殺啊！爸母啊，甲你骂到天光，唔爱互你去的，硬要自殺。我嘛拄到太太要出家，硬要自殺的啊！硬要出家，太太要自殺的，啊！就甲世俗人拢无共款啊！但是其实这是一种的了解佛法所产生的改变，这是通殊性的行为。第七，通殊性的息地，息地就是进步的意思啦啊！圆满息地，啊，你就进入空性啊！只是烦恼得到减少。愈来愈少，好唔好？来去问医生，我阿叔啊有较好无？顶回是两公分，即马剩一公分无？对不对？癌细胞啊，即马剩0.5无？爱问这个要紧啦。
所以各位有进步无？阿摆拄到人来讲，烦恼有较少无？对没有？你记录世界有较紧无？意思讲，你别较早死无？讲我是心爱死，我你记录世界有较紧无？有啊，连咪特别去啊！啊，特别通书信的心通，就是欲望减少，愈来愈袂想黑、想红、想某、想囝啊，想即搭好食的、爱水的。愈来愈少，阿弟啊，我袂，我袂，我足爱足爱，歹势哦！你看到我衫拢破破来滴啊，我足爱穿破衫去食面，真了够破啊！啊，这足长呢，这二十几年啊呢，啊，唔敢淡掉。再来第九，通俗性的布施是没有贪执，什么物件拢唔是我的，各位，翁是你的吗？布是你的吗？我问同样的，囝是你的吗？不是就好了，别跟我插啦，别跟我细细念啦，囝有囝的阴面啦，这世间无心才是我的而已啦，控制我的心，控制好，别出的都不是我的。这才是真正的布施，钱是众生的，饭菜要众生吃，一切都是为了众生。第十，通俗性的概率，只是内心集中，了解空性。一切无常无我，那唔通起心动念，这才是戒律，戒在心中啦。涅槃寂静的心，念一遍：心如莲花，一切无污染，充满慈悲。哇，咱就这叫做菩提心啦。悲智双运。第十一，通俗性的忍辱，就是处于低位，别人要徛头前，我要徛后边；别人要做总统，要扫便所。所以各位，咱爱有这种的，这低下心，咱是来服务众生的。所以第一节我爱甲各位忏悔，我这個人哦，小夸臭屁。因讲我过去帝王习气足重啦，安尼啦，走路害来害去，敢那脚歹去安尼。然后呢，大家就我臭屁安尼，我有你看，阿叔我臭屁，咱嘛爱臭屁，阿变喏。后摆我先来扫卡扫涂卡，希望恁等下我甲恁到用椅啊就好。服务众生，就爱练啊，你无练就无大啊。无你高高在上，穿黄袍呢，皇帝呢，那个戴五方帽的，我根本跳起来呢。然后人家就会觉得说，哇，要这样臭屁啊，这样不好。所以要练习啦。所以我虽然做袂到吼。是我拢会观想伫个门口，互各位搭过去安尼都好啊，互恁个脚袂垃圾，好唔好？安尼啊，定定安尼观想啊，各位拢打我的身躯搭起来安尼啦，较佚佗清气，安尼观想处于低位。第二哩，通俗性的精进，就是放下一切世俗事，什么世俗事啊？缘起的、缘生下面的物件，甲解脱无同款的。不相应，迄叫做世俗心态，迄放下，迄用放啊。该无用的是啥物？断烦恼、慈悲，人去无用迄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子孙感情有诶无诶，吓渐渐放下，敢若想不管在个。第十三，通俗性的禅定，就是心无执着，心安住伫个慈悲，安住伫个经典，安住伫个空性啊。心呢，卖随境界里转。第十四，通俗性的智慧，就是对任何的法，拢无五种、两种的五执啊，人我执、法我执啊。这种五执是讲，我执着我的贪，我的快乐、痛苦，我的身份，迄叫做人我执。换五执呢，对外口世界分别心，我爱美国，我爱台湾，我要念佛，我要持咒，那呢，你有一个分别心啊，所以讲，智慧就超度一种的。五执甲法执，这两种的五执，这是同要紧的啊！你讲念佛真好，你讲念佛好，别项拢无好，安尼这种的法执对你嘛无好处，所以要去除两种的五执，就是烦恼障，卖烦恼；所知障，就是对外靠的认识，了解迄种是平等的啊，免那个使用就好。第十五，通俗性的神智识，就发到基础求低价的缺点。各位，你若真正要修行啦，拄着我，你还问我师，你甲看我有啥物缺点？有改也无改啊？滚阿条空安尼啦，安尼对你比较有帮助。师啊，不爱甲看，不爱甲讲两句好话啊，后摆我嘛不爱来安尼。
啊，拢要求这個，安尼就无效啊。所以讲，咱修行是，医生啊，该开刀紧开开的啦，啊，无疼，对不对？爱好疼啊，所以讲爱找出家己的缺点啊，这才是真正善知识啦。第十六，通俗性的教言，只是对症下药。老百肚爱食老百肚的药啊，啊，破病食破病药啊，贪心的食不正的药啊，爱生气的爱改断毒啊，爱改做温柔。所以讲爱。哎，讲讲讲话，卖讲对方有利益的，还佫听下落去的。第十七，通书信的好朋友，就是静知静念。所以各位记的吼，心才是咱同会神地性。咱的心按照佛法的经典，那用这种的静知静念引导咱的妄心，咱的妄念。啊，咱的心一过去叫跟着感觉走，我要爱，我无爱，这个缘投，那个水，啊，就这个轮回啊。啊，咱的心脉按照八正道。靠近密度，按照智慧，按照菩提心，哎，这才是同好的朋友。第十八，通俗性的激励，就是远离无害疾病等苦难，安尼你们才会精进。你愈精进，这台魔愈多哦，啊，这台完全这主拢要找你哦。远离无害疾病才是最好的激励，所以各位不要求平安啊，你求平安。啊！你是咧为家己，你要求宇宙拢平安，众生拢平安。那你在行魔啊？啊，无话多。第十个，通俗性的方便就是顺其自然，这不是乱来。这主人讲的是缘起法，随缘的意思啦。啊，所以这个翻译阿爸应该叫做通俗性的方便是随缘主宰，对不对？啊，还能翻作顺其自然。所以那一主人拢是生生灭灭。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你要了解。接受这个生灭，生灭灭灭，一灭为乐，咱就叫做顺其自然。生老病死，好好拜拜，有业，咱来顺其自然，心脉变。第二十，通俗性的稳定，只是因众生入佛门。下回参加法会，爱带两个来，好唔好啊？第二遍爱带四个来，你莫带怪怪的来。为了要带来，真好带一挂怪怪的来，啊，规气卖来，带落来合佛的啦。所以意思讲，唔免带入来，这个佛门在你的心内底，在你的心内底，唔是带来家啦，啊，了解吗？咱无咧变信徒的，啊，同我各位拢卖来，像变好啊，无烦恼啊，是不是？我大家拢免来啊，拢去极乐世界啊，通死啊，啊，心拢死啊，心拢在净土啊。你心然的净土呢，你就好好去帮助别人，你就好了啊。所以，咱来引众生来皈依三宝，亲信因果，持戒布施，有解脱心，发大悲心，成就菩提心，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咱来真打拼，真打拼啊！所以各位，咱来做大事业，好不好啊？咱们来叫做来慈悲置业。变个遐大了解嘛？不是事业，是志业。这志就是愿望的意思啦，志愿。希望众生拢听闻佛法啊，拢发菩提心，拢上品往生，拢成佛。哎，那来印度，所以咱这个所在也是高雄慈悲基金会的分会所在啊。所以呢，刚刚大楼内底，咱在办真济工，好唔好啊？办公去做念，去关老囡仔。这边是做两部的，穿黑的；这边是便宜的，穿白的。啊，所以，然后呢，其实是个顾囡仔，即顾老人啊，即顾外老啊，即伫个走亡阿婆的，好唔好？啊，即办社会关怀的，啊，即另外，各种部门啊，拜办个，我都办法会楼顶个租起，好唔好？大家都要办公拍电脑，啊，然后用电脑用人，所以各位爱干呐，一个呼吸。当然，迄是佛事啊！咱这个慈悲协会是咧做代志，做代志爱有人，爱有心，爱有能力，爱安怎来？千手千眼，爱什么拢有啦，什么拢会晓啊！啊，安尼才有法度离众生，不要一直光静态，好唔好啊？是我这个拍发起，我也要拍发起，你莫叫我找人，我会拍人，我讲，好啊，你别使啊！你要改变啊！去讲做念，啊，佫要讲佛法好听，佫带人合佛，佫带去哦，去放生啊，等等去做善事。第二十一，通俗性的修养
就是心向善法，咱啊。